个，就不带法力流系带了。然后这边自适应点了攻击力，现在哎，我忘记换皮肤了，来得及吗？应该没有来得及。是血 W 兑现，对啊，因为我点了偷钱，所以我学 Q， 我要偷呀。哎呦，白亏一个彗星。他自信了。是吗？他自信了。因为我没有那个药瓶是没了呀。这有什么操作的？一闪呀，这不是很正常的？青钢影不会一闪，你玩什么青钢影？啊哈，白打工，厉害了！老金，赶紧偷一偷，以后就知道怎么偷别人的天赋了。完了，没了。回血是吧？我还有个饼干，可以扛个 Q。哎，直接磕了，直接磕了。焦灼，我的天！哎呀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要杀我了，还有点燃好像。大招，大招多大 ？Yes！ 哇！感谢心脏爆炸伤害，怎么飞机？肯定可以躲啊，稳躲的。这是百分百躲的，因为他在飞到空中的时候，青钢影 R 已经出去了。卡呀，1000多块钱。他放大了。他打没好。他放大了。大招躲他那个，来人了！这个是必然的，你一晕完 AQ， 然后皇子反应过来，第一瞬间一定会对着你 EQ 的，所以这种大招躲很轻松的。大招跟他跟上，虽然有控制，但是你可以直接就锤泰坦。刚刚是 E 点 A 了，去 Q 点，哎呀，没那个，哎，石头人没大嘛？我算了，石头人有大。算太多，有些英雄，对吧？玩个二三十盘就。